一次上古筝课的小公主也太可爱了吧，在乱七八糟乱弹琴。琴棋书画是小公主的必修课呀。再上一节油画课，我是不是很棒呀？我是创造力惊人的小画家，听说喜欢的颜色越丰富多彩，小朋友就越聪明越开心哦。看看小朋友们多认真呀，画完画当然要去吃大餐呀，跟小朋友玩游戏真开心呀。哥哥，你怎么不怕蛇呀？咱们比比看谁钓的鱼更多。下午去上体育课，你看我翻跟斗多厉害呀，帮老师捡东西也超积极，那速度真是拼了。小宝贝们都是棒棒的。上完体育课，再来一节跆拳道课。没办法，小孩子的精力都超级旺盛，要好好浪费一点能量，晚上才能睡个好觉。我是超级英雄，我要跳跳跳。晚上再来一顿牛排大餐，太美味了，吃点水果甜蜜蜜，这一天简直是完美。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起玩呀？快来点个赞吧。